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冯小厨。我们元宵节马上要到了，正是吃汤圆的时候。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款汤圆的新做法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锅中烧开水，加入一勺盐，把盐给搅匀，开大火倒入汤圆，用铲子轻轻的翻动，防止汤圆蒸锅底。朋友们，这一次我煮的汤圆是300克左右，煮至汤圆全部飘起来过后，转小火再煮3分钟就可以了。好啦，3分钟到了，我们把汤圆捞起来，过一下凉水。过凉水可以让后续汤圆更加的劲道。把汤圆放凉过后，我们盛出来装入一个小盘里。打入两个鸡蛋，然后我们搅散，让鸡蛋包裹着汤圆。准备一个盘子，我们倒入面包糠，把汤圆放入面包糠里面，然后要裹上一层薄薄的面包糠，然后我们放入盘中备用。锅中倒油，下入筷子，能迅速的起小泡泡，就代表五成热了。我们现在关小火，接着一个一个的下入汤圆炸。朋友们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小火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，不然很容易失败。轻轻地用筷子推动一下，防止粘锅。这个炸的过程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，炸至汤圆全部飘起，而且体积明显一倍大，然后像这样子的状态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我们装入盘中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来尝一下。表面非常的酥脆，而且里面呢也非常的软糯，好吃的。而且我老公买的是花生馅的，有非常浓的鸡蛋味，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会非常喜欢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如果元宵节吃腻了那种水煮汤圆，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法，真的是超级好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我哟。我是冯小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